非常荣幸，我们请到日本研究道教非常权威的丸山弘教授，他真的是专程波隆过来，昨天到，可能讲完明天要走。我们希望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丸山教授。夫人每次都会陪伴着他，我们也给他一个掌声。在开始讲之前呢，因为这次要感谢的比较长，好，我先来讲一下我们这个讲座的一个基本背景。最早的我们这个系列讲座啊，邀请国际学者，是因为我们申请的一个国际合作的研究计划，要例行当代立方道教。但是我们开了好多次的会，办了刚讲座，还有工作坊。所以这个讲座是我们这整个系列的第九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我们现在政大有个深耕计划，然后我们有一个成立的华人文化主体性研究中心。那这个中心呢，是现在我们学校应该是最怎么讲最有钱的中心，哦，就可能是整个台湾现在研究那个人文社会最有钱的中心。那我们华人宗教研究中心呢？是一个小中心，这也是小中心，但是我们经费都不是那么足够。那今天非常感谢啊，就是华文化促进中心也来支持我们这个经费。那今天可能唯一的代表，有一个助理，然后我们谢老师也是促进中心的一个执行委员哦，所以我们也要非常感谢他们，感谢我们的金主办，谢谢你们。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演讲哦，我发现今天王教授演讲题目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跟我反映，这个题目到底要讲什么？很难，他们连断句都断不了。演戏瑶族译者书到底要怎么断句？对，那这个东西当然王章老师讲会讲得很清楚啊。他后来我们也补给蔡老师，哦，这个我们该感谢过了，这是我们朱理系中心的副主任，对，就是我们这次经费最大的一个支持，也是我们宗教所的前所长，哦，就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该讲到一半了，就是说这个题目已经很难。就是说你要懂两个，一个你要懂苗族，第二个你要懂道教。所以说当时很多人反映说这个题目他们好像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切进，所以我们后来请来要赶快提供的一个提要给大家，可能提要出去大家觉得更专，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今天太热来的人比较少，会不会跟这个有关联哦，我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的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很多的比较架构嘛，我们要其中一个就是要来比较，如果是以主体性来讲，你要有主体就有他者的对照。那这个在我们这个边界的瑶族啊，甚至有时候已经在边界了，散布在各地的瑶族，有一个非常好的他们对道教的传承，大家远远忽略了它的一个重要性。那丸山老师是在闽系这边更多的，我们当时接触是南甸瑶，但是好像丸山老师这次也会讲到南甸瑶，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喜欢哦。我另外一个合作者 Dream Partner 他没来，我们当时写了一个计划，就是要研究这个南甸瑶的道教。所以说今天这一场研究啊，对我们来讲，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意义，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那这次我们也配合我的课程，有两位是专门来参与这次讲座的同学哦。我们可能也会从他的演讲看看，就是说道教跟在我们比较所谓汉人的地方跟非汉人的地方有个什么样的差异。那接着我们的课程，我们会再更多的解释。那我们就请丸山教授直接开始，我们在最热烈的再欢迎他一次。好，谢谢建元的介绍，非常感谢谢旭伟教授吧，张昭朗教授，林建元教授，三位是老朋友了。那我。有这个很珍贵的机会，努力要说明一下我最近十年来的对这个闽西瑶族的宗教文化的那个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首先要讲这个闽西瑶族，这个闽西瑶族呢。瑶族有两个大系统，一个系统是闽系，大概有将近200万的人口，那湖南省还有广西、云南、贵州，还有泰国、越南，
老挝那边，还有细节上有那个冷战的影响吧，美国啊、法国啊，那欧洲、欧美的地方也有，他们的一部分的人移民到欧美地方，还有一个系统是蓝靛药或者是丁瘟药，这个药值是大概有不到100万吧，大概250万的 65% 就是免息，250万的那个 35% 是丁瘟的，比较少。然后免息药的那个棉性棉化，这个棉是人的意思，你是什么民族呢？他们回答是我们是人，这样子，就平常有这个话。那就免气的免气人，所以人气药是比较奇怪，但是就是这个意思。那金瘟呢？蓝靛药是可能他们的服装有关系，但是金瘟是金是森林的意思，就有一个说法。然后瘟是人的意思，所以山中的人的意思。然后免气的药子有两个大系统，一个是平地药。是靠近这个汉族那个居住的平原，的地方，他们汉化的程度比较高。然后缅西的有另外一个是过山腰，过山腰是山顶上，大概有十年以内移到别的地方，火攻的，现在60年代以后定居化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在比较高的地方，山区那边。然后我们做的调查的起头是我自己的，是2000年，2008年，刚好是十年前。有日本的希鲁达利斯先生，就是广天玉子教授，现在他主持这个。日本的窑子文化研究所，他先一个人去窑子地区，看到很多仪式，然后了解到他们有很多的手抄本是汉文写的，宗教方面的文献里面，窑子的窑文的固有的 vocabulary 比较少，很小。都可以用 Chinese 或者是 Vernacular Chinese 的机器的话，可以看得懂，但是很特别的，词汇比较多，所以要慢慢的学习一下。但是它是可以说是汉文的，文法上也是汉文，然后词汇上也是比较古老的或者比较通俗的。我觉得有些特别的，但是很有幽默的、很有意思的汉文。然后呢，他们的歌谣，民间的歌谣，恋爱呀、啊、谈恋爱那些对歌的那个歌词里面有摇文的成分很多，很难懂。如果你不懂摇文的话，他们我们的地点啊，调查地点是湖南省澜沧县，就是 Blue Mountain， 真的有那边的山西。非常的蓝色的，很多的树木的，它离广东的那个距离是大概有20公里，很近。然后窑子的，可以说是缅西窑子的，老故乡，一个老故乡，历史上的老故乡是广东北部的那个。韶关那边的入昌县，韶关的那个西北边的，现在是汝源县，那边的距离也是大概有50公里、60公里吧，很近。但是它那个澜沧县的山不是很高，海拔大概有700、600、700、800这样，有一个九嶷山。九嶷山很有名，司马迁也爬过那个山。九嶷山比较高，1500多的。
但是我们去的地方大概有800-700这样的海拔，不是很高。但是呢，它那个下面的蓝山县城是汉族人住的比较多，离得比较远。它爬山呢，爬得很险的一个坡路，才到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那个山中里面是族内混的，跟汉人就现在还是一样，没有跟汉族人结婚的。如果结婚的话很特别，像干部要升高位了，那就要找汉族姑娘这样子，或者是很特别的缘由才跟汉族人结婚的。所以丽江全部都用鲶鱼。然后我体会的鲶鱼是吃饭就是两灯这样，跟汉话很不一样。两这个是吃的意思。然后呢，看仪器的时候呢，好像他们用的是汉文写的经书，但是那个空间啊不可以讲汉语的，像迪士尼里面不可以讲那个外来语的英文的一样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很特别。他们的经书都是汉文，但是他里面讲话口述的讲话都不可以用汉文，所以我们很遵守那个规矩的时候啊，只会讲那个那这个是七的意思，我听得懂，我会说出来，这是最基本的词汇。然后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呢，真正没有办法了解那个谣言的时候啊，那就找这个会汉语的那个谣言来帮忙或者说明那个词汇的意义。然后我们那个团体做调查的团体里面有一个尤新诺先生，他的那个研究对象是泰国北部的瑶族，他泰国北部的瑶语他会的，但是湖南的瑶语跟泰国北部的瑶语不太一样，他也有觉得比较不方便，所以我不好意思，我基本上的那个调查时候用的是国语，就是 standard Chinese。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法师啊，是大概50来岁的重要的一位教金箍法师，他会那个普通话，他的普通话比我好得多了，因为他有共产党的村级的干部，所以他们是白领馆，完全是白领馆。然后他那个宗教里面的词汇，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说明的时候，有很多的比例来很努力说明的，是这样的。我将来希望台湾或者别的哪一个国家的学者都可以硕士论文的地点定在这个南山那边，要学好当地话，然后慢慢的学习做调查，因为我老了就没有办法跟不上这个学习语言的条件不住了。先我想请大家看一下那个台式的教练，这个叫东东。看清楚了，但是我想看看这个这次的这个好吧。这边年轻的是叫金箍法师，今天那个大庭一角他提供的，他我的老师，比我年轻的，但是他是我的老师。这边是那个老的已经去世了，很可惜。他是旁这个叫金箍法师，那边的老的是，可以看看，这边，是潘奇古，潘奇古喜欢的喜，然后古老的古，潘奇古老师。他们要生无古迷，这个意思是说，这个要祈祷内容是无古丰盛，所
所以他们要准备这个税，五谷的税，嗯，大概是这样的。然后，看看别的，我主要目的不是说明照片，不好意思，啊，这个是他们到访的情况。皇家苑，这个是皇家苑的一个仪式，不是杜界，皇家苑是这样。他们很重视，很注重这个纸钱的种类跟分量。他们有经书，是这样的。这边写的那个上官拜西湖歌文化，这是一句七个汉字做一个句子。上官仪式呢，是我们做去年请那个赵金窟法师他们三位法师来日本，一起看我们拍的那个录影，讨论很多的内容。上官是法师的一个阴的魂到仙界去抓仙回来，那是请仙的一个后面的阶段。他们很有意思，他们请仙，那汉族人不敢这么说吧，他们的请仙，他们用汉字写的是执仙，执是那个用手拿过来这种执仙，所以很有意思，很直接的说法。他们这种说法很多了，我不知道那个香南那边的汉族的土话也是这样吗？我还没有研究。但是他们的那个译者书里面的汉文啊，或者仪式的 vocabulary 都是很直接的说法，不是，好像不是对这个神明有很就不敢说了，那好像很不是很尊敬的那种感觉，那像人一样，然后平等的人一样，让他过来，然后抓他的手拉过来这样的感觉，那很亲切，关系很亲切，是这样的。然后相关仪式呢，哪一种仪式上都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但是呢，到现在为止，研究界、学界，没有很清楚的说明这个相关的过程跟内容。有张金松老师，湖南省的民俗学者，他写的比较详细，但是呢，问出来也是他没有写的部分也很多。所以呢，我们的团体日本的瑶族文化研究所的团体的研究方法，先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当然有下田野，然后用那个 video 的记录，然后放在电脑里面。然后这个活动是五天的时间的，很长时间的，总部性的活动比较多，很麻烦。然后。我们先，我们的方法是跟法师们一起看电脑的画面，这个方法对不对我不太清楚，但是呢很方便。那他们也有忍耐心，他们也有心，因为我们很尊敬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也懂得我们的态度，那就请他们到日本来。大概有花一个礼拜的时间，一起看，九点到晚上黄昏六点，中午休息一些，然后一起看，然后那个画面我们搞不懂的要停止一下，问他刚才做的什么，刚才的那个经书哪一本的哪一页，一起看好不好？这样确认一下，所以这个电脑是控制时间的了，控制时间的手段了。所以是很有效的，然后他们也很愿意自己，他们都知道我自己做的都会说明，所以这个方法要积累很多的基本的资料。那当场我们夏天也他们做仪式的当场不可能有这样做到，他们很忙做自己的工作嘛，没办法，所以他们有闲的时候请来日本，或者是我们去那边也不一定是
看即时波段，其实有机会是机会来交流，交流的话其实这样的。然后呢，这一个技巧，他们来之前一个礼拜，我们首先这个团员呢、啊、是 member， 集合起来，先一起看那个录像，然后要想一想问什么问题。这个如果没有准备这样准备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问出来啊，没办法问出来。所以就很辛苦，他们来了之前有同一个时间一个礼拜要准备，然后决定怎么样提问题，大家讨论，然后再来请他们来，啊，开始问，开始一起看，这样子。现在积累了很多的那个笔记本，还没有发表，是这样的。还有时间的关系，我大概是这样子的，不好意思。然后我今天的主题是文书的内容，所以，先看看，请大家看看那个，啊，尽量起来可以吗？这个房间的电灯。啊，大家手上有这个资料吗？我今天用的这个资料。然后我说第几页，进，大家一起翻一翻。那我这个问题的背景呢、啊？问题的背景，我自己来说是那个广天老师、金木章先生，他不是必然的，是偶然的发现，苗族那边有很多的手抄本。那怎么样解读？那就有没有专家这方面的专家？我也不是专家，但是对道教的文书有兴趣。那就他通过介绍跟我联系，然后也参加这个他的苗族研究的课题，然后继续做了。那宗教体系，我先要说明一下这个职位，他们的职位，这个跟道教有关系，或者法教有关系。他们的职位是太上，太上代表正义，然后奉行北极七学院是道法，然后川东余山梅山傲教就是法教的，所以他们的很复杂，这是一种很复杂的一个情况。然后三界法师下面也有说明。然后他们有那个得到宗教的资格的时候，通过过渡仪式，那 light of passage， 那就有起码有三种，是挂灯、挂三、挂七、挂十二。然后挂三灯的人受36个兵，但是有别的说法，有一个说法36个兵，啊七灯60个兵，然后十二灯120个兵。这样子，然后呢，三灯是很基本的一个法位，他拿到的那个显化，那是picture of the divinity， 那是形式观将，形式观将有四种，一个是总堂，一个是桑园那个遮阁堂桑园。一个是海方张教二郎，有南蛇，旁边有南蛇那蛇，然后还有一个太尉，这个太尉可能别的地方没有，李十二，姓李的，然后过十二宫的话，大概有16幅或者18幅的这个 picture 先做，那他有三清一个一个的。然后其他的没有办法现在说明。然后呢，这个十二灯是最高的，那它有很多说法，过渡、渡界、传渡、完灯，他们是三清冰头。那三清冰头的意义是比较奇怪的，三清有的说法是三清跟三清下面的冰头，但是呢，有的我觉得是三清也是冰头。所以作为冰头的三清，
是这样的，有两种解析都可以的。然后初阶、二阶、三阶，那西二中的时候呢，有受这个大阶文，这是比较篇幅比较长的一个阶文。但是呢，这个阶文呢，我那个南博教授主持的那个比较一系的开会上，在香港发表过。这个大阶文呢、啊，讲的都是钱的问题。很奇怪哦，钱的意义有很多角度来解释，因为这个受资格的时候要花钱呐、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戒应该是伦理的问题嘛，但是他们讲的都是钱的问题。今天不讲了，不好意思。然后呢，这个等级哦，这也是麻烦的。一个是频度等于是十二等。从这边开始算的，他们那过三中是一个小微的一个资格而已，真正的有资格的就是十二中，叫做平度，然后加在下面是加一点一点丁，那就是加级、普中、普领、受禄，这个禄没有了，这是名称上的意义而已。然后田库也是。不一定是有几座天库的，是一个地位的名字。然后大概还在的人的话，平度而已。死后的人加这个即位的时候用的是加级古钟这样子。然后两院的种类，喜院、养院吗？那一个是圆遍院，圆遍院是道教的法教的神，对道教法，针对道教法教的神。招宾院是对这个祖先他们的受助的时候受的宾很多嘛，那就对针对他们，就家我们叫做家先宾，家是家族的家，先是先祖的先，先后的先，然后宾是宾对。兵将的兵，叫先兵，然后五谷兵，刚才那个看到那个照片，有五谷兵跟叫先兵，这个等那个受度等级的那个高的人，越来越多的兵呢、啊，那就也要还愿许那个许愿还愿，歌坛元系唐王。韩王就是他们民族神话当中出现的，旧系的旧民族的很重要的王。翠青院是挂三中的时候做的，四姑院是渡劫的时候做的一个喜院的方式。然后两院的过程一般来说是喜院跟神约好，然后神实现了他的灵验。然后感谢他就去还愿嘛，那就应该是许愿跟还愿就完了吧，大概汉族的做法是这样的。但是呢，他们当中很多种，帮愿生愿是延期，因为有经济条件，没有子过没有，那子过停地条件的时候啊，延期的时候办手续，那个办手续叫做帮愿生愿。然后转院是还的钱太少的时候要调整，然后坦院是还的钱过多的时候要调整，这个办手续，这个有一系的名字。然后呢，现院或者断院是决定时间，决定举行还愿的时间，那也办手续，那叫做现院。然后最后一个是拆院，就是谢恩呐、啊，就是还愿，有这种，所以许到还，有些过几十年呐、啊，过几十年的时间，是很复杂。就为了才知道这个情况的，我以前那个入门级那个新阳光出的那个比较明晰的那个入门级的时候，我最后那个我们家的最后是。有啊，两院里面有许啊、帮啊、转啊、什么现啊、还啊，但是我这个那个时候写的只是抄一抄那个手抄本的内容啊，
不是很切实的了解，现在了解的比较多。然后超度，超度有以度过界的、未证度界的有分别，度过界的有阴气阳气，就是可以升天当神，当这个太上老君下面的官僚。但是其他的没有办法当。然后小法有既定一下的，然后特别是梅香法，这个我没有研究。那个有一位我的老师，另外一个是龚荣军老师，他研究这个梅香法的。他的梅香法的弦呢是对人做电或者杂气的那种很不好弄的弦命呢。他那个如果跟他联系的话，他非常的不好弄。他说的是这样，这个咒术也秘密的程度很高的，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没研究过。但是呢，这个梅香法跟那个，比方说那个他们神的体系当中的梅香的什么神，都没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他还可以说是愚昧傲娇，可以的。现在做的人很少了。然后明系老子的宗教文献，这个有注释，有很有注释。他的最后一个汉字 title 题目的最后一个汉字一定是书，没有别的，什么什么书，某某书，某某书。如果说如果明系老子当中你发现某某经、某某科、某某密，这个是不是他们的？他们从别的地方拿过来看看而已，不是他们体系里面的东西，这很清楚。而且学界的人不懂这个情况的也很多了，但是一定的，一定的。如果说那个江华那边平地妖啊，但受到别的传统的影响，他们有那边好像有什么什么科的时候，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真正联系窑子的体系里面的东西。那这边不多讲的不多了，要晚一点。这个法修的种类是这样的，什么开胆修，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修表修是文件，但是还是修表修。然后译者修是我今天要讲的，后面要讲的。它有译名译者、麻婆译者、上京译者、大庭译者、道场洞庭译者，这个有分别用的。那麻婆译者、上京译者是大庭译者的缩小版，是比较简便的东西，内容是请前以前的。那大庭译者是后面有我要讲，就许愿到还愿的所有的过程都要讲的内容。然后一名译者是很特别，他是一个三界法师，他的祖先那边比较简略了，他出生，然后他结婚，他学法，他受了这个三灯，过了三灯，然后南山现代过了七灯，传统消息了，过三灯以后过十二灯，过十二灯的情况，写得很清楚，最长度最大，详细。然后最后他有拿到什么正式的，完灯的法师的那个完了十二灯的法师的职位，写得很清楚。那这是自我介绍，这个东西是开天门，跟玉皇大帝报告一下自己是什么东西，自己是什么人物。那个西波用的是一名译者。这个我已经分析过，那个特别是刚才那个叫金箍法师的一名译者，他是从这个口袋里面拿出来开始念了，然后念完了就收在口袋里面了。然后我请他能不能看看他慢慢来了解我们的研究的意义，他就给我们提供他自己的一名译者，这个很重要，他的履历书一样的，开个人比赛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要讲的是大庭译者，后面也要讲。然后一个是故事，
这也是书，这个是潘万大哥书，你的歌书。潘万大哥书很厚，非常内容非常的多。然后直立的通书，这是看日子的占卜的东西。那参考一下蓝电的那金门的瑶族宗教文献的种类呢，是宗教的种类道光西光两个系统。道光是崇拜三清，西光三元或者是地母的女神。然后他们有金科，然后系文件，有一般的道教很类似，一般汉族道教很类似。然后密，我觉得这个密现在有兴趣。这个密我没有下过田野，我都是欧洲的图书馆里面的那个manuscript Bayern 那个 Munich， 还有 Oxford 波多良，那边有好多的，是90年代初期有古董商。卖给欧洲的图书馆的，那秘诀那些现在那个图书馆里面的不要，被那个老师允许，直接可以看看，先进可以看到。将来如果有体力的话，有健康的话，可以继续研究这个。这个里面现在我跟研究生一起读《大灾秘》，大灾的秘密。很有意思，这个今天不要讲了。那我觉得研究瑶族的东西，如果有对这个东西有兴趣，那缅西的话一定要了解译者书，那蓝电要一定要这个秘语，为什么？因为它内容很特别，非常的内容丰富，很详细，有解释，好像是这个两种啊，是那个电脑的软件一样的 software 一样的 program 在里头，全都写进去，有什么意义？做了一个，后面做什么，都很有体系的。然后特别的是，也说解析意义的部分也有的，所以这两种啊很重要，非常重要。那学界呢来看，译者书的研究，提供资料的这种情况太多了，没有说明。然后密的话根本也没有提供资料看起，其实是这里面的证物太多了，看不太懂，所以放弃了这种情况。那个杨明康老师，中央音乐艺术学院那个北京的。他对这个蓝电要音乐的专家，我在东京见过他的时候，问他有没有打算秘密这个研究秘密的计划，他说那个东西根本了解不了，很复杂又错字很多，没办法。即使是那个云南文昌的那个名伟啊，他有到那个蓝电要的科语书经典都出来了。但是密的部分，他们还保持很沉默的那种态度，没有什么声音出来，没有刊行公开，是这样的。不好意思，然后第二页我这个看看他们的皇家医院，今天要那个大庭一甲是皇家医院的大庭一甲。2011年的澎湖的皇家医院，是刚才我那个照片那个是2011年的。这个节目的全部的过程我现在没有时间说明了，重要的是啊，不好意思，有一个错误请大家改写一下，时间11月6号应该变11月16号，请加一个一这个数目，不好意思，16、17、18、19、20、21这样，不好意思，这个我打错了，漏掉了。然后呢，我请大家看一下17号的，大厅一甲，大厅一甲是16号的下午请圣好了以后呢，隔天的17号大厅一甲。大庭一甲是说跟前说明华西代替这个家族，或者是代替自己的那个华西法，
说明这个仪器的原因，执行仪器的原因，那么准备的过程，祈愿到还愿的所有的几间的分量种类，种类分量，还有供品的种类分量，还有理解的过程，全部都要说出来。不仅是还愿的时候的，是喜愿、帮愿、什么现愿、还愿的时候，主要是喜愿、帮愿、还愿的三个的几间供品过程都要讲出来。都要讲出来，大概有花两个小时，大概有花两个小时。他那个金富法师说，有时候四个小时，四个小时，你想象得到吗？道教的修义、入义、译文，两个小时不可能吧？如果后面有很多主会的会主的名字，很多很多的话，可以说是一个小时。香港那边的太平清照有好像是，哇，很多的那个会手要一个小时，但是呢，这个不是会手的名字，是像软件一样的 program， 或者是就那个共鸣几前的那种详细的情报给前面听，比较有特色，知道我今天有时间的关系不要讲了，这个要讲那个盘库，这个是其实呢，我唯一从头到尾实际上看的皇家院活动是这个2011年的皇家的活动。我跟阿萨诺先生、摩尼尤利亚先生、阿希洛高先生、尤西诺先生都一起去看的。它的原因是这样，这个是比较切实的内容，介绍一下。下面的文章，第二页的下面的上面，第二页下面，盘古吉星皇家院的因由呢，是家主盘龙固先生父亲生仔先生，20年生的，他14岁的时候，就是1933年解放前了，解放前。一家人7人陆陆续续的得病死亡，很恐怖，非常可怕。那就因此许愿啊，祈祷啊，祈祷家内平安，因为现在是很恐怖的、很可怕的情况。那许愿，然后许愿以后呢，经过文革种种动乱，连愿书也失掉了，一直无法还愿。啊、到了辛未年的7月14日，家主重新许圆盘愿，同时许这个盘万愿，然后呢，到了执行仪式的那一年，就是2011年的3月，家主这个瞬间。有这个帮愿跟现愿，现愿这个时候，这一年的冬天，当年的冬天一定要还愿，这样决定了，就叫做现愿。所以3月现愿，那香火愿呢？然后在招丙愿是已经受过度的，过度的。家乡的那个兵啊，要交回来，让他们交回来。这个愿呢是当年的春天才可以许的，有这个习惯，所以这个时候许招兵愿，现招兵愿也要同时做的。然后呢，这个时候确认金钱用的。延信就是邀请函啊，主机法师他们给他们的邀请函，里面放着眼巴，眼巴是很珍贵的东西，所以表示尊敬老师的意思。延信确认好了，然后东西做孤坛院、盘万院的帮院，还有县院都要做。然后呢，这里面有写的，2011年11月16号到21号。举行还愿了，举行还愿，所以过程这么复杂，过程比较复杂，
那原因很确实，加点病毒啊。那个时候以前很久以前许的人，到那个时候才能经济条件足够了，那就要还，是这样子。然后原文呢，原这第三页的上面，这个原文是简单的，只是一条纸张而已，一二三四五行而已。那个是山河院是圆篇院呢、啊，道教法教的神，针对他们。然后盘王同时许愿，共历是同一天许盘王愿的意思。然后又来辛卯年的，先上就是班上延起山河院，然后那一年是当年嘛，所以许上交病院。然后确认这个邀请函，然后同一天请盘王院许盘王院，是这样的。然后2017年的教父的皇教院，program 是如下的，下面这个有一点不一样，信息不同，那就 program 的有一些部分不一样。一个是圆本院的位置不一样，交兵院先做还是圆本院先做，这个不一样。然后其他都差不多一样。然后呢，第三页的一七年，第一天1月12号的第二行，那个是追春院。这个是家人还没有布丧，还没有挂丧钟的要补挂，就借用这个机会来许跟愿，是在仪式里面做的，没有提早做的，仪式开始以后许，然后仪式内要还一下，这比较简单的。家人还没有做最低的那个挂丧钟的仪式的，有的话那就要补挂，是这样。所以呢，这种活动是都是总合起来的，不是分分段段一个一个独立的，是总合起来的。所以活动的内容很复杂，很复杂。现在留下来的活，这个习俗是这样的，然后听说广东北部啊，广西那边闽西瑶族已经断掉了这个传统，都没有了。但是南昌县还是有的。还是有的。这几年来，我听这个教经古法师，每一年有一两次，有的是过三次。然后他那个三藏仪式更多的，一年有40、50次这样子。他们的活动力很高很高。湖南相信很重要的一个瑶族的，保留那个传统文化的地点，是广东广西比不上，我觉得比不上。然后钢琴资料第四页，江华的、鲁元的，还有广西的，不好意思，我好像挂自己的。这种钢琴资料有问题，一个是没有什么说明，只是印出他们的译者书而已，根本没有说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资料出来的时候，执行法师跟这个用这个东西来执行这个仪式活动的法师跟这个文字资料没有什么交流意见，没有，好像没有，所以没有办法说明，只是当做一个宝贝而已，好像我觉得感觉，因为没有很详细的说明。还有不一定是洗到黄的全部的过程写进去，好像是只有许的，或者是只有还的那部分，比较简单，但是还是很珍贵。了解到南昌的译者书的人，就是我看这些文章，了解的部分非常的多，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参考资料，很重要。但是缺这个法师自己会做的法师的说明缺乏了。没有了，所以没办法深入的理解。好像中国学者不好意思说，
有那种很期待年轻、现在年轻的广西的、广东的、湖南的年轻民族学者，民族学者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啊，才对的。嗯，只是提供资料而已。然后欧美的也有一些越南的资料。然后我现在简单的讲一讲第四页的，我讲过的南山的译者是黄家苑的，一个是叫金富法师提供的。2015年提供的，这个有因由，这个有故事。好像我们很热情，特别是广天老师非常的热情，就是研究的那个计划、研究的经费方面也他很下了很大的功夫。然后我没有那个能力啊，我就是解读文书的内容的，要下一点点功夫。然后这种功夫的热情啊，他那个叫金富法师受到，然后我一直说，看了那个皇家医院仪式以后呢，一直跟他说，那个大厅一角，那个节目的时候你讲出来口述的内容是有书吗？有文字资料吗？他说没有，当时没有，那能不能写下去？他说可以。可以提供吗？你真的要吗？这是红兵的一个斑马线上跟他交流的时候讲的内容。我说一定要了，那就啊好了，知道了。然后那是2月嘛，然后七月来的时候，这2015年的七月来的时候，他拿来了给我提供，这111页的，111页的。如果用欧洲的方式来算页数的话，222页的东西。很内容很丰富，内容是下面列出来的。先问卦，问卦就是要不要做这个不安的家庭里面不安的笃定的理由是什么？要问卦就是问苍茫下阴地下地也寻找或者下仙界上仙界，问好一下那个找好一下那个原因，原因就是大概很多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自己的神明啊，家里的神明或者祖先或者家宾，家里的宾交代不住，恭敬不住，那个技术活动太小了，所以有发怒这种。然后他们发怒的话呢，他们守保护这个家里面的安全的功能也低下来，那就有很多危险进来，就有这种原因。所以要找到的原因要许愿啊，许愿，许愿，许愿，许人分愿、歌堂愿，然后帮愿，然后当年，许招兵愿、献愿，然后最后请示以后准备啦、啊，然后第四页的最下面的一行就是法师出门。到家族那边去开始举行仪式啊，然后后面第五页，我的资料第五页，谨慎啊，然后卜卦山东，然后环招兵院、人面院、歌坛院完满了这样子，写的这么完整，很完整。然后下面第二个资料是潘宝谷。他们那边是什么谷的这种名字很多，奇怪，很有意思。跑谷法师，他家的所藏的是比较简单的、啊，许愿、帮愿，然后举行那个时候的请圣就完了，没有写这个还愿的时候的口述的内容没有写。但是呢，有一个理由，很多的那个译者书写的。还愿的内容啊，没有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许善的部分是拆散这样改写，那就可以直接运用了、啊。所以没有的也可以，如果有只有许愿，你可以运用许愿的愿的内容，下面的动词要改换还愿的时候的动词，就是拆散拆灭这个内容。就可以了，但是呢，也有一些很奥妙的部分，写进去比较完整，所以叫金富法师的最完整，还是最完整。
那第三个是这个较劲入法是他自己有这个收藏的，这也是许愿而已，就是许愿而已。然后我今天现在已经三点了，要讲到三点吗？可以吗？可以可以的。第六页内容举例啊，这个内容内容举例的，我想先介绍一下那个清晰的部分，清晰那个第六页，我的资料第六页清晰的部分，就是许愿、帮愿、献愿都做好了，那个时候要请主祭老师嘛，然后请示的时候的情况呢，大厅一者东厅一者跟大厅一者是一样，东厅大厅是我们所谓的正厅，正厅那个名在的正厅，正厅那边念出来的，所以叫做东厅一者。请示这个家族有心许愿，就有心还愿过愿，师者恭卫传宗，过度积人面前妥善，其有一个交兵两院保修，敲欠一命三界弟子，这个要还愿呢、啊、然后还愿这个时候呢，招兵院，我今天要介绍的例子是招兵院针对谁呢？针对这个传宗过度积累，就是家仙的家仙。我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我还没讲，这个传宗啊，传宗就是寿度挂三灯开始到挂十二灯，然后挂西二灯完了之后，家族补交这种有一段一段的，这个有几个他们社会的制度上非常严格的一个制度的，一个是自己受过度的时候呢，一定要跟自己上面的人一起升一级，升一级，一个人升一级，父亲、子父都没有变动，不行的，是一起，然后呢，自己的上辈的人跟自己起码是平等。你说，我先受挂三宗，父亲没有受挂三宗。没有三宗，或者是你自己完灯了西二宗，父亲他的地位是三灯而已保留下来，自己西二灯就不行，一定要平等以上，然后做的时候一起做的时候，已有的上面加一级嘛，对不对？所以后面的全部都是一级一级升上去，知道吗？这种 mechanism。所以然后那个升级的时候一定有分兵，所以家先自己的祖先每一代的兵越来越多，对不对？这种情况是怎么会有这种的？是这个是名字跟initiation 的制度。名字的定义，这个没有受过这个人这个受度的，是不算是真正的联系瑶族人呐、啊。这个人的定义跟这个林先生的没干什么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不可能有自己十二宗，父亲没有什么宗，或者没有什么兵，这个不可能的。这祖先宗派。这个宗教的 mechanism 还有他们的名字的定义都是在一起的，一块儿，这三种是一块儿，这个是他们的特色。这个可能汉字没有吧？
没有汉子，没有听过汉子家先有很多兵，然后圣衣下面的圣衣几座一起全部都是把那个自己的上面动起上一级，每一个东西动一级，就这种基本你听到吗？像汉字里面有没有这种？客家里面没有。啊，男女啊，还有一个男女一起的夫妻同喜，一定是同喜，男女一起受罪。狮子有的。狮子可以代表夫妻，狮子，但是没有说一直加上去。对。这个意思应该是。有 这种情况很特别，所以他们要祭祀的注重的所注重的家丁的数量非常的多，很庞大，你知道吗？这个宗教的 mechanism 是跟可能是联系要是特有的东西，就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但是他这个了解这个情况也很麻烦的，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问到这些问题。你只看基督的行为，就一定没有办法了解到这种情况。所以他们需要招兵员的意思是说，这种兵离开了或者是交代的照顾的不够的时候，他们很害怕那个家里的很不安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他们的照顾不够，是这样的心情。当然有家先本体要祭祀啊，家先本体，但是家先既有的家先，他受到的兵也很多嘛，这个兵的部分很特别，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三亲呐、啊，很多三自己的三亲，那个父亲的三亲，还有祖父的三亲都有嘛，然后仪式长。那个法师参见法师带来参亲嘛，然后别的参加的法师也带来总参，那就是里面有参亲嘛。那他分量比较少一点的，他是有兵嘛，那就自己有兵，这种情况固有的兵，他不是大家的兵，是每一个是固人的兵，知道吗？然后。作祟的也是故人的，那一家的一个一个的兵，所以觉得这种情况，那做仪器的空间有多很多的兵啊，这个我今天的结论的一部分，先讲好，有这个那一家的兵，那一家的兵，法师带来的，各位法师带来的兵，然后他一家的。上面的祖先的每一代每一个人的兵都在里头，都在这一个空间里面，好可怕，非常的多，对不对？有这种很切实的认识，有这个情况吗？我说这个是汤前卦，汤前兵卦，或者是汤平卦，就是汤宗教意思，很多很多的兵。这个跟一般的道教一样吗？一般的道教是道长三清带来有皮拉米多的道长的高峰的三清嘛，那个是不是家人的三清，不是那个家人的祖先的三清，对不对？那这种也是道教吗？这个呢，我觉得客家人还是修族人，这里有真正有这种情况要下。要将来要期待考教一下这方面的问题，蓝天妖里面没有这个情况，蓝天妖不知道有这个情况，到现在为止，然后呢，我要读这个清晰的部分，清晰的部分的，第六页哦，第六页回到第六页，清晰的部分，这个。旁边有，我觉得那个号码，那大概有五系数的 B 的部分，中间这个要家主跑到法西那边去，然后他说家主说所报所请三清弟子，他要请三界弟子啊，当做三界弟子的，
当做这个招聘期的九七年邀请，然后那个黄某某的人很谦虚的言说，人老肚嫩，小五言语，不敢领人家合同，不敢领到人家合样，这样拒绝了。这个拒绝上次也是那个灵宝大法里面的清晰受持的部分也有了，但是他也比较抽象，他也说自己没有能力，但是呢不是这么清楚的这么明白的讲自己什么老啦什么肚子没有力气啊，这种说法没有了，比较高级的说法。然后呢 下面推了三次拒绝了三次，第三次拒绝不了，那就怎样的情况呢？那个法师很害怕三清病毒阴阳虚浮怒意，很害怕黄家院的那个要做黄院的家主，他家的病呢、啊、大胆正身、啊、然后招聘两院的宝书本身变成有感情的东西，发怒，很害怕这种，所以要领了，要答应了，这种说法很清楚，很清楚。他要考虑什么问题？考虑这个自己的病啊，或者是主人家的病，或者是这个契约的本身有感情，发怒，那就很害怕。所以这种说法，我觉得宗教文献上第一次看到这种说法，很清楚。然后呢，这个你们都看到很清楚啊，比我清楚了，都是四个字，像那个皆为零一样的，那个古书的时候很顺的，很顺。然后呢，第六页的下面，当年的许昭病院，当年的许昭病院，然后这个我没有时间，全部都。但是第六页开头，招聘院因为工位传统过度拘人，巧见招聘院院我说也是一卦祈求祝福，又来各拿一堂银钱这样。然后第七页呢，这个许愿的一系本体，为了许愿一系的本体，要了钱。然后呢，在第七页的中间有许三宝书、许三宝力这个句子，然后许上一堂接兵的龙鳞白旗金马，龙鳞的鳞是一字板的团队，然后这个接兵有许愿的结兵的节目时候用的几张千几千，这不是真正是还的钱，但是还是很重要。许三宝书、许三宝力，这个是四个字的两系嘛，对不对？这个我做调查的时候听到，这个是有注意力的人会听到许三宝书、许三宝力，速度很快啊，许三宝书、许三宝力，然后中间有某某某某听不清楚，那讲两个小时讲什么许三宝书、许三宝力，讲不上。那这个许三宝书、许三宝力什么意思？宝书是愿书。愿书就是那个刚才我看到那个庞家的庞古的那个四行的那个东西啊，然后里面写的很清楚，那个许愿的例子嘛，那宝历的历是 calendar 的那个历，那是近乎好事说明的，但是这个历站起来山顶，这不是意思，这是借用阴阳历。然后呢，这个宝字啊，宝字还好了。有的时候布字，这个占卜的布，不是那个竹字旁有一个写账的那个账，那就计算会计计算的时候用的布字，那个布书布力，或者是有的是保安的保书保力，或者是有的时候用布就是不一定的布，不好的布。不修不立这样的，这都是用音，都是跟台语一样。我那年说那个三宝的宝是三宝，闽南话是宝，然后他们的宝
也是玻璃玻修，那是用什么字都可以啊，找到接近的字，你借音可以用借音的，你自己判断好了。所以很多种写法都是一样的意思啊，就是愿修。那刚才那个的愿修，唐家的那个愿修有吗？那个四海魔方的很广道的。那这个今天的重点的，还有一个重点是第八页的，这个许善的呢，第八页的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许善一堂黄院白起龙鳞彩马嘛，对不对？然后当起六十分，黄院银钱六十分，这个六十分跟那个刚才盘古的一样啊，那他们也写的六十分。这个部分呢，请大家看看第十六页的第二行，第二行，拆散当时银钱六十分，对不对？然后刚才第八页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页的当时六十分，然后黄银钱六十分，然后许多黄小这个半球戏啊，要半球戏，许小黄多也要半球戏，这个很细腻啊。这种手戏的钱都是跟这个第八页的许善的时候的几件的名字、目的跟分量，跟拆散的时候第十六页的当时一件六十分，还原一件六十分，许多黄小一件六十分，这是一致的，当然是一致的，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什么？不一样的是许善跟拆散不一样，许善跟拆散不一样，动词不一样，因为那个仪式的目的不一样。所以很多的重复啊，但是重复是重复，但是呢前面的动词不一样，所以不能说完全一样，不能说分得很清楚，讲这些部分得很清楚，这是他们用头脑的部分，我觉得很细腻然后应该出来的时候都有出来对应的部分，这我不多讲了，但是是这样的结果。然后呢，第八页，我们回到第八页，第八页的下面，第八页的下面，十三宝书、十三宝印，从下面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从下面上第九行的十三宝书、十三宝印，这个开始那个共品跟那个一阶过程的说明，共品跟一阶过程开始说明，都有对应的部分，到第九页到第十页，然后呢？到第十一页，你看到十一页的大概中间的部分，你看到吗？那个大孝一位道长，第十一页的中间的部分有大孝一位道长，你看到吗？这个部分为止是许善的内容。从第八页的刚才当时六十分还愿引荐六十分开始，到这边许善大孝一位道长，这个部分是许善的内容。那黄山的是拆散的也是一样的嘞，一样的。然后呢，第十一页的这个大孝一位道长的下面是担保了，然后结束这个许善仪式的本体的结束的部分，不是许善的内容，许善仪式本体的结尾版的部分。就是十一页，然后呢，十一页的从下面算第二行开始，这个要我抽出来这个黄昭
交兵院的部分。对，环交兵部。首先，他写的是还愿本体的节目，然后第十二页，你看第十二页都没有写拆散什么拆散什么都没有写，对不对？十二页都是拆，这都是还愿本体的过程了、啊，所以不要写拆散。但是第三页。第十四页，你看看第十四页也是，还愿本体需要的，还愿本体需要的钱，就没有写拆散。第十四页没有写拆散嘛，对不对？第十四页都是还愿本体中需要的钱，所以没有写拆散。有的是十四页的，十四页的很多都是那个，我一般作证躺院以前，这个作证的那个法系太太的神明给他们的钱，不是本家的家主的钱。这边十四页的都是法西带来的，为了家族，法西带来的上金啊，他们也要钱呐、啊，要发给钱呐、啊，所以很细腻，很细腻。然后是第十五页，看，第十五页的，从下面一二三四行，十五页的从下面一二三四行。开始拆散了，拆散，拆散老师，拆散老弟，拆散什么什么？从这边开始，拆那个许愿的内容要拆散的内容，就不是远古来讲，就不是还愿本体的内容，就是还愿里面要拆散的那些部分的内容。所以这边也是有。有那个几间啊，有供品，有过程，全部都写进去。然后下面，下面第十七页快要完了。第十七页的，从下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九行，看到吗？一朝一夜道长。第十七页的，从下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第九行，十七页的下面来上第九行，一朝一夜道长，88B 这个部分就完了，拆散的内容，拆散的内容完了，下面是还愿本体的结尾部，尾部。还愿的内部，不是拆散的内部。然后呢，这个很有意思。第十七页的从下面一二三四第五行，看到吗？那个三十年他乡，四十年他乡。这个卦中不知，梦中不见，家子乱白，然后太定如序。这是一个还家院的好结果。还家院完了，还完了，很清清楚楚还完了。那卦中不久去问他吗？也找不到不好的影子。然后梦中不见，不会梦到神明不满意。然后脚趾乱排，这个是看算例子的人，拍来拍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好的那个凶兆，也找不到了。他乱拍也找不到不好的影子了。家人的洋人还在的人都太平无事了，这是达到目的。这三个领域的一种抑制的方法都抑制不到不好的影子了，是这个意思，写得很清楚。然后在后面，
有消化掉这个残骂。然后我结论一个是第十八页的，为什么大家听一节这么长这么复杂？因为有箱子里面有箱子的那个 box 里面有 box， 对不对？然后它都意义不一样，所以它不是重复的了，所以这么长的了。还有我想一个用这个道教的比较，跟道教比较一下，请那个电动要关起来，要讲几句话就完了。看得到吗？家族的主任就是家族的院修，这个要保修要做好，要许愿还愿。这个。我没有写的，他是经济条件要足够，就是很大的主任，不然的话做不到，一直都帮宴不行。但是他的主任写经济的就是保修，保修四行五行的很短，就是名称跟例子而已，许的例子跟名称而已，愿的名称而已。但是呢，法系的主任就反而很大，法系的译者里面。其实这个一家里面有许的什么钱、什么贡品、什么过程哦，都写得很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保修是题目而已，这个一家是里面的所有的内容，这又有分别。那家主也当过法，当受过那个什么度戒的，那就知道他会懂的。那不一定也很流利也说出来，有名的或者有能力高的、水平高的法师，这个译者他很顺利的说出来。但是这个译者是我的意思是一个意思是，他的契约的详细的内容都保留在这个译者里面。如果这个译者模模糊糊，那就根本做不了一事。对吗？是不是？这个很重要，他头脑里面的，你也口述的，本来是口述的，是这个有一个结论。还有一个是，这个道教的数亿亿元呐，注意一系的因由，一系的过程，一系的那个供品啊，几间没有，好像没有写，道教的那个数亿里面几间多少间没有写。没有看过，但是过程啊都有写进去，大概的过程。还有那个公子书本的话，好像这里有书本表的，三经给三经发的比较没有那么详细，但是公子书本里面好像有什么画一，就是画一的一什么一什么一什么，写的比较清楚。有时候可以写那个没有金额写的很清楚，但是那个什么。进财呀，是急忙送到那个王者的那边，也可以写进去，但是没有那么清楚，对不对？然后，但是游戏有了，还有一个，谢还愿跟谢恩的，好像我看那个道教很拒绝有一个态度。他不想用许愿还愿这个词汇。如果很多他道教文件书表里面很多很多还这种愿的内容，这种 vocabulary 的话，他比较特别，我觉得好像有高雄那边的有一些是许的还的都写进去，但是我台南的没有看过很清楚的写的许的愿还的，很小。比较少了，所以这个有一个隔离的态度，然后他那个
时候啊，台南的我知道，台南的谢恩的有这个原因是他那边有灾害啊，流行病啊，什么瘟疫啊，然后那个村子有那忐忑就是很不安，忐忑了、啊，然后祈祷，然后有灵验，就谢恩教，对不对？这所以逻辑是一样的，逻辑是一样，但是表现方法不太一样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金发性情绪受制，我刚才那个受制的什么怕什么什么的怒意，这种，修法比较直接的。那道教的受制的时候，拒绝三科那个里面的内容比较周善，比较有道德有关的，伦理有关，或者是灵宝法的那个困难度的有关。没有说呢什么自己老了，自己什么语言不行了，这种没有，所以这个很亲切，这种表现的态度不一样。然后呢，这个下面跟冰跟受入，跟冰就是过度，我刚才说的那个有一个习俗，就是爻子的过度的那个嫉妒了，非常的复杂。受入那么复杂吗？可是，好像祖先的你道长的父亲的受禄的病有没有问题啊？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根本什么照顾不了就没有问题，就为什么他们有觉得很害怕这个问题？这也是不一样的问题。受病啊，受官灾逆病是一样的了，概念是一样的，但是它整个的机制这些mechanism不一样。很不一样，然后招兵跟月入，招兵院就是照顾不了的一些家乡的兵，丢失了，他们不见了，所以要招回来，那月入道教的月入也是入中的观战里面要一个一个点名了、啊，然后确认一下那个名字。跟功能，但是他的那个鼓励的方法或者感谢的方法，照顾的方法不太一样。道教是不是用几千来感谢的？他道教是员工就是下面报告一下这个钱是我功劳的，所以他有提高地位。这个实际上很细腻的有员工的。上将的将来有了，但是其实怎么样员工升高这个地位的，其实怎么做仪式的我不太清楚。有这个概念我知道，员工，但是呢，要做的很直接，要烧几千，一定要烧几千。我有问过那个净土法师，叫净土法师，你照顾不到，你什么意思？要交件那个花给几千？对全民发给的几千不够，次数不够，数量不够，是这样子，很直接，他很讲究这个钱的问题，什么许多还小零钱这种说法，表示说他对钱的问题非常的细腻的想法。那山中的窑子怎么会有这种？然后他们都是银钱，是明朝银这个很流行嘛。华南社会都是银，也是墨西哥来的，或者是来的。那影响非常影响力，他们的宗教文化中的影响力非常大。没有铜钱啊，没有黄金的。那像台湾就玉皇大帝要黄金呐、啊，那地下的地狱的就要银钱呐、啊，这种分别都没有，都是银钱，全部都是银钱。这也是一个现象，现在还在是这样。然后。最后是灾祸，我讲过的灾祸的原因是对旁人供奉不周，对家乡与家乡兵，特别是家乡兵，还有就是照顾不周，所以重视家乡兵的宗教机制呢，根据其宗教的制度，家乡都自己有自己的三清兵，兵数越来越多，是这样的。然后对于算钱的注重，
钱的中队的分量很讲究，然后最后议员的啰嗦，这个他叫京都法师，我问他说，你觉得这个议员这么复杂，怎么回事啊？他说不好意思，很啰嗦。这样用国语回答，啰嗦，啰嗦就是讲得很详细的意思了。四字一句，皆为名呀，就是口述的时候呢，是这样的那个文体，这样的形式，非常的容易记忆。然后这个我觉得老子的民间口述文学啊，民间古雅文化有密切关系，离不开的。但是这部分我还研究还不够。比方说那个台南的道教灵宝道教，它跟南管的很有密切离不开的关系。那这边的也是有那边当地的什么口述的古雅的有密切关系啊，应该是。不然的话说明不了啊，这个是不 跟一般的法教啊道教不一样嘛，那是当地的那个民间的那些 popular literature， 我觉得 很有密切关系，但是我这个方面刚开始发现问题而已，没有办法说出很多的结果成果，谢谢大家。生下去那边坐一下，那也是要拍个照啊，好，那我其实刚刚简单讲一下，我们之前研究道教在思考，就是说常常很多东西在原来所谓的汉族那边没有保留下来的东西，是不是有可能在其他少数民族保留下来？那我们之前做的比较多的是畲族、客家的部分，我个人嘛，那我们很少听到瑶族有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像刚才讲的，我最有印象。就你说一层一层的冰嘛，这个其实在畲族跟客家都没有听说过，在吕山也没有有自己的冰。那通常过世之后就像道教的角度一样，谢老师跟老师还是先请上坐一下，先把这个事情讲。就是说这个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那是不是他们没有所谓的角度，就把冰收回去？因为在吕山的地方，就是他们最后人过世还是要把这个收回去。角度一样的，好像是阴具。对，阴具里面有那个受的那个杜界的时候受过的冰的种类跟数量写进去，对，所以那个证明书要回到太上老君那里，那是阳气。先那个做仪式的时候，做跟冰仪式的时候先，送到太上老君九郎那边的，然后自己死的时候，把那个阳气，阳间留下来的证明书。自己死的时候自己处理掉，那三藏一起的时候处理掉啊，然后不在一起这样。对，所以就是说从这个演讲，我们看到很多那个缅西瑶族的道教跟汉人道教。有很多异同不一样的地方，缅西瑶族跟我们知道的蓝靛瑶看起来也很多的不同，还有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讲，是不是道教？好，如果真的是的话，看起来跟我们其他地方看到的也很不一样。如果勉强要讲的话，跟吕山可能会接近一点点，但是如果要跟我们原来道藏看得到内容，应该还是不太一样。那这没关系哦，我们因为谢老师等一下还有事要先走，对不对？我们请谢老师先来，然后张老师，然后我们这就再开放。好，好，非常感谢那个文山宏教授，提供我们这么多丰富的资料，因为这些资料在常年的累积，然后也经过他们长时间做的调查，其实是从文献来看跟分析来看，都已经有很大的跨越。那我们从这些文献来看，其实就是刚刚我们也在谈这个缅西瑶族跟蓝靛瑶，它有蛮大的不同。那这个缅西瑶族的特色，今天晚上教授他把它标举出来，就是它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它独特的地方在哪边。那我这边也谈几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接下来可以继续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
一开始就在谈他的职位问题，然后他有太善，然后有北极区学院，有串通美女二教，受三界法师，所以我们刚刚也在谈说他这边的这个整个体系看起来，其实不太像道教，是更接近是法教的。如果用法教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法教，把它称作法教里面的其中的一个独特的系统。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那我们的比较的对象参考点应该是以吕山的吕山，或者是比方说三元法，或者是甚至梅山法等等这些来做比较的，当做一个参考点。更我觉得可以更看出这个缅西瑶族的这个的特色。然后我自己看到的就是说它跟法教的很多的类似的成分，其实比方说院这个东西，我在看这些贵州的资料的时候，他们那边也是所有的科仪都是称什么院什么院，然后他们会分大小院，就是大的科仪是分类在这个大小院，然后包括祈福延寿啊等等还愿什么，这些全部都是某什么院什么院，都是以院当做一个科仪的仪式的单位。他是法教，他是比较算是驱邪跟祈福，其实他们也有祈福啦，祈福驱邪都有，就是分大小院。这个以前那个王秋蔚他们的资料里面其实都有很多记录。那我发现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做比较，跟贵州那边的这种仪式的称呼可以做。然后他们也很重视钱财，就是很重视这个是纸钱啦，我们讲的都是纸钱。但是跟这个我看到这个完成老师列出来这个还是很不同，所以这个蛮特别的。而且我们在看到这些内容里面很少，就是它大量的兵马嘛，这个是非常法教的特色，可是很少，就是很少道教的神在里面，所以三清兵头啊什么什么，就是啊，这个我今天有没有列出那个神明名单？神明的名单啊，那个那贵州这边东西叫做地那个比较细致的，那边有啊，神明的名单。好，那我是宋朝的，什么金刚，什么慧济金刚啊、龙树王啊等等这些，好，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比较接近我们，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福建或者是浙江或者是贵州地区都有慧济金刚。还有他大界文的有一个部分就是以老君的护戒器盘古王，盘古法，白玉唱出盘古，盘古法，还有一个叫。对，所以这个很珍贵啊，比较接近盘古法，没有人研究过。对，而且瑶族这一代特别多盘古的，这个盘古法。这个盘古，福建的盘古跟这个他们的盘王有一点不太一样。这个很多元的关系，不是一个平行对等关系。对，这个跟湖南那边等等都可以做比较了，我觉得这个，所以其实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大型的法教研究，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大小院的等等。然后我再提一个问题，就是我昨天顺便提一个问题，就是在第八页的时候，他有提到这个请上三界弟子出门托带一堂高僧大道金龙宝相，然后挂东对不对？平等等等等，这个是他许愿的内容里面他带的那个神像不是神挂，这个神轴吧？神轴，对，挂轴的那个有状仪器，哦，有手器半手器，哦，半手器，然后当做一项结仪结，哦，当做一个仪结，就去挂那些，然后挂的神就是，然后落下来的时候或者休息的时候。也是有一段仪式，这个也是很特别，就是卦象跟收象的这个仪式。他们收息的时候，这样一个这样从吉的方向，从吉来，然后这样子，叠起来再卷，再回吉，或者是用摩托车的方面，然后用一个用气法器的那个。跟
一起放着，然后用同时的度，然后私交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你是说这个互相这个把是跟的下面或者肚子上面，或者是画里面进去，让他们互神明，互神明，然后再带去，然后再过的时候也是很多的手续，然后下来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我这样的学会也是用很多的手续，这个台南道上我们没看过，没看过，这个没看过，因为这个也不知道，可能也没有，因为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福建那边他们其实甚至连画都很少，就是画的量很少，挂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就是包括福建那个法教。以前东西当法师嘛，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每一家都有这个神徒对，对。那些南昌的、那上麦的、那边看到的老子的屋子里面都有很多的神徒，每一家都有上金，就是像那个里面的那个图嘛。所以那些神徒他挂好了以后，他要请个仪式，就要不要把那些神请下来，就是也是执神那样子的概念啊。嗯，好像是出门的时候已经弄好，然后挂下去也是。我们到了发场啦，我现在要挂着都要说出跟那个钱挂上面说出来，好像有神的一样。好，因为这个部分是比较就是现在法教里面拥有这么大量神徒的，就大概元皇教湖南那一带的神徒特别特别多。对他们的坛场里面用的神徒，而且仪式特别繁复。可以补充吗？这个神徒，神徒啊，每一个法师有他自己的神徒都带来，所以有些货渡劫的时候很庄严啊，很多很多他自己带来的都挂着，这不一定是一套，不一定是高公的一套，每一个的都有带来，每一个法师都有他自己的带来挂着，所以。哇，好多，好像很乱，但是他乱不乱没有问题，但又挂好没有，这个是大问题。所以这个跟一般的道场不太一样的情况，我们还不懂的时候，哇，这么乱，怎么回事？但是有听到道理，知道这个有他们的想法。关心的是挂他们的是他们自己的他们的想法。好，那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边看到了很多初戒、二戒、三戒啊，就是有关于戒的部分。可是，从戒文，刚刚完成老师在讲，就是从戒文里面看不太出戒的伦理特质，就是受戒的。是完全没有，但是很比较少了。比较少。少的。比较多的。不要做杀人啊什么的，都写进去了。对。杀人不亏啦。做贼也不亏啦，这样。但是很多大概是70%都讲这个钱的问题。好，这个是另外一个最有趣的问题，就是有关于库钱或者是在宗教里面的钱的这种计算的问题，跟这个伦理的问题中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对，这个是很值得探讨的。我大概回应还有提问，大概到这边了。谢谢，谢谢。那我们请个张教授。谢谢王大老师，很丰富的一个材料。其实，我觉得可以讨论的问题非常多，同时涉及到道教、法教，而我觉得还有个民间信仰，也有些可以互动的地方。那我现在就先就我所想到的一些问题。跟我的一些意见来回应文老师。第一个就是文老师一开始有提到说他希望谈到那个缅系瑶族的宗教的体系，那我觉得这个体系的建构是蛮重要的。那从这里我们好像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一些仪式的一些类型，就是挂灯那些跟传统有关系的，然后许愿跟还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的类型，那超度也是，然后小法，这几乎是超度就是我们所谓的斋客功德，然后
小法治病的这些，其实跟台湾或者是整个宋代以后的一些仪式的类型，其实是可以对应得上的。只是说在许愿跟还愿的这个部分，我们一般在民间信仰里面比较能够看得到啊，譬如说正月十五，你看你说黑棺，然后十月十五还愿。啊，其实台湾还愿可能用一些祭品或者是一些献祭的方式还愿，可是这个法的部分非常用非常多的那个纸钱啊来还愿啊，对，那这是这个体系我觉得是蛮重要。第二个就是刚才四位有提到那个职位的问题，就是这个整个职位的结构，刚才文老师也提到，太上是等同于正义道。然后北极区学院其实跟道法有关系尤其是天津正法，然后后面就是我所谓的吕梅二教。可是我们在整个内容里面似乎看不太到正义道跟北极区学院的这些色彩，它只是挂了一个名称上去而已嘛，或者还有在其他地方可以看得到，因为其他地方看起来都跟女山眉山的传统比较接近。那然后，OK 啊，太上奉行北极济学院这个太上的正义的，还有那个北极济学院的这个部分呢，好像如果学界的很多学者说太上是代表正义的话。真的有什么三五度公啊什么的，都没有，没有。但是有好像有路的概念，间接的名称而已，名称，对对对对。但是好像很模糊，没有实物，根本没有实物，跟龙虎山的直接关系也都没有。还有那个北极济学院有这个名字，但是。什么正法这种说法，这也偶尔会出现，特别是文件的文书里面也出现。什么还有灵文这种说法，灵文，灵的那个灵不灵的灵文这种说法，北极济学院的那个宋朝的道藏里面也有灵文。这个灵文啊，什么正法这种概念，他们好像是很注重。但是，什么三观咒这种，什么北斗啊，或者什么星星的那个宽来处理，或者是天罡来处理咒文啊，那个气鬼啊，这种跟 vocabulary 跟这个宋朝的道藏里面的天心法完全一模一样的，我没看过，没看过。没看过这个很好。Teddy Greenman 教授常常说，瑶族的道场是很古老的天师道。他说：“哇，这个太职业了，人家。”为什么？因为词汇 vocabulary 很不一样。那制度上大概的目的啊，什么 mechanism 非常类似，有的非常类似。但是呢。vocabulary 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接相比是我觉得很困难。然后宋朝的道法，那雷法啦，或者什么天心正法啊，或者什么这种道藏里面的，也完全重复的一个四行五行以上完全一样的这种。很少见到，几乎没有，所以关系直接的关系是很小，非常小。但是呢，我觉得神明名单里面什么金刚，什么龙树啊什么的，还有那个大戒论里面盘古跟宝骏的东西，这种是白玉昌说的民间的他反对的他批评的对象。
那边拥有的一些体系，好像留下来的样子。这当时通教的那些道藏里面没有采用嘛，所以我们不知道，所以没有办法。特别是道藏里面的正式的跟道宝，比较正式的道宝，跟那个现在联系的他们的那个vocabulary 是离得比较远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平常在判断那个宋代以后的这些法的传统，我们判断它是属于哪个系统，通常会根据它的神圣的领域，就是所谓的供它的天上供佛的名称，或者是它所用的法教。那我刚才就是比较注意在遥祖这些法师们他们所差遣的一个法教。那刚才王大老师有提到说，他们挂三灯的时候有受行师观将嘛？啊，里面提到三种观将，一个是总坛，一个是三元三军，是吗？唐德宗嘛。那另外一个是张兆二郎，张兆二郎跟吕山的传统是比较接近的。那三元将军就比较麻烦，因为元皇教也看得到三元将军，那道教也有三元将军，所以就是这个。我不晓得在瑶族的法师们，他们屈遣的这些官将，比较主要的是哪些？这个判断他们的法的。这个也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比方说第几页？看看。第十页的那个从下面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页的从下面上第十页，上元二圣，这是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不是一个神的名字，这个神。是强盗，在的时候，他还在的时候强盗，这是贼，他是兄弟的哥哥还是弟弟，我现在不清楚，他是一个兄弟的一个，然后他偷的是牛呢，大，然后他有人来追他，然后他逃了，逃到他自己爱人的那个床上。然后又被抓了以后，用武器来被刺掉了，血淋淋死去了，被杀了，做坏事被杀了，然后到阴间到扬州，这是有常常说出来，到扬州是那个江苏那边的扬州，还是阴阳的扬州都有些，扬州去拜老君。训练无法，然后这个本来是强盗嘛，所以贼嘛，所以他很强，然后他又改心，然后他这个为了瑶族的法师服务了，然后他最重要的贡品还是最多几钱的时候，他要守卫，那个别的鬼来抢那个东西的时候，他来了就别的鬼很害怕。但是完全是阴兵的就是，那道教也文元帅也是阴兵的啦，但是他有他的故事啊。那这种故事道藏里面或者别的地方的民间里面有，像元二兄没有听过。然后这个是瑶族呢，还是我们的老祖宗还是的一个，或者还是汉族人的一个，就他们也搞不清楚。还有一个姓李的李喜奥，那像顺路什么喜二郎啊什么的，都是把叫那个什么顺号码跟上面有蓝哦。那李喜二郎，这个李喜奥是太尉南朝太尉，那这个南朝是什么时候的南朝不清楚。李喜奥是非常重要，他是一个受度的时候，神明
跪求神明当中受度，然后祖先当中受度，然后洋人我们还在的人受度这样的阶段。然后到神明当中受度的时候，第一个受度的人就是太原。太原，然后太原是不是主角师，是引导师。引导师很重要，他下印地的时候，他首先是下印地的，很勇敢。这种是李希奥，李希奥是有假面，有假面，他们有只有可以说是只有李希奥跟先锋两位有戴假面的场面。上官的时候，上官的时候法师变成李希奥，变先变李希奥，然后他不是普通的人，已经是变李希奥，然后到前界去抓神婆的，那时候假面是李希奥。这个李希奥是什么人物？不知道。这是大脑道上里面没有，周围的我很注意那个李永山还有那个李新武两位教授出的那本书里面也没有李希奥，很接近啊，大概100公里北方的北那个向北100公里就是他们的地方了、啊，啊，没有李希奥，没有香莲二圣，那广东那边也好像没有，印度那边也没有，那个巴马跟那个唐教授他们的资料也没有，所以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嗯。对，其实啊、我很注意那个招兵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比较道教宋代的道法跟法教我觉得这个招兵是可以做一个比较的。Terry 会把它等同一种，因为到大概就是跟陆里面的这些空巢令兵是画上等号的。所以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些招兵未必等同于空巢令兵它更接近于宋代的这些道法的这些兵的来源。这里就是在他们许愿跟还愿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个许招兵愿然后还招兵愿，那许招兵愿跟还招兵不是在同一个时代，就是比较早的许招兵愿然后最后会有还招兵愿。那第一个我想先厘清一个概念，就是说许招兵愿是说 我下一个愿希望我能够招兵来驻守我的家，保护我的家的平安。然后还招兵愿是在宋代如果法师到一个家里面去治病，他会治完病以后，他会设坛，就是把兵设在他们家安营在病人家里面。可是当这个病人的病全部都好了，他要去那里犒军，然后收兵回去。所以还招兵愿是把兵收走了吗？还是没有？还招兵愿是跑掉的那个赵金夫法师的说明是跑掉的兵的，本来是跑掉的兵的一部分的兵要叫回来，但是一起是所有的兵要回来，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兵是怎么说？回到自己家里的家里面的闲荡里头，然后保护那个家里面的安全安泰。那个时候所有的兵回来，形式上所有的兵回来，但是特别注意这个应该是过了很长时间没有好好照顾，那就吸掉了一部分的兵，那特别要他回来比较好，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家里不安的时候，问了三妈说，这个你们家的家乡兵的一部分逃走了，或者是保护的力量减少了。为什么？因为少几间的分数跟技术普通的知识不够了哦。所以要强化自己的那个家里的保护的全民力量，要
重新提高起来这个意思。是。然后交回来以后也要谢交回来以后安慰以后，他要感谢他啊，是祝福他回来啊，这样子。所以他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他那个法师带来的一些兵啊，拆过去要抓好那个逃走的兵回来。回来以后呢，用一个方法，用一个特别的方法，入在那个有一个纸张里面，这个很多的可以入在一个纸张里面，然后纸张捏的一种捏出来，然后挂在这个尖刀的后面，然后这个尖刀最后呢，把尖刀放在自己的脚的夹的上面，踢到那个家里面的神坛，很高的神坛上面。然后那个尖刀跟这个纸张接起来的，跑那个飞到那边去，安慰了，安慰了以后，把那个纸张拿起来，放在那个竹子筒里面的。这样的程序，然后这个回来的时候呢，还没到踢兵以外，踢兵归帐之前呢、啊，要做一个很有特色的，要重新要架桥，那是大道桥本来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用土画的一个队列，一个团体的，然后一个一个，他们那个法师一个一个的兵的那个样子，用手诀、用布杆来表现出来，一个一个，很入了，很入了。这边有两位法师用特别的动作来，高兴的要死的那种动作，一个一个回来，一个一个很高兴的这种很热闹的场面，然后再踢到那个家神坛里面。所以这个很复杂，很活跃的。然后特别的是超度仪式的时候，也要做这个同样的动作。超度的时候，好像是把那个死者的灵魂送到那个天界啊，然后回来的时候，那个家里面的神，以前是那帮忙的神，一部分都不要一起到天上去了，一部分要回到。窝到他家里面，那个时候也要替笔回答，同样的一个行为。那些是原来那个死者的兵吗？死者的兵一部分是跟着陪同，很多部分就要回来，继续保护自己家人。所以这个回兵交兵有这个还愿的时候、超度的时候都有做。是。还有那个渡界的时候也要做，渡界的时候的交兵是交新渡兵，新的兵啊，要包括在内要踢过去，所以这个很有道理的一个行为。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切进去比较早期的天师道跟法，或者是现在的瑶族的这个变化，就是早期天师道你啊。透过入道叫五斗米，然后入籍法师到祭酒也会拨官将吏兵驻扎在家里面保护这户人家，对。可是这户人家作为回报的方法，除了叫五斗米以外，他们要守戒，守道戒。如果他们违反了道戒，这些吏兵就会离开他们。可是法的传统或者是民间信仰的传统，是你没有给他们足够的薪水食物，他们就会逃走。对，所以你要把他召回来，就是要重新再付给他们薪水，跟他们讲好。这个是道教很强调伦理的这一块，跟法的传统很不一样的一个部分。对，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就是我们在老师刚刚有提到比较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法的传统是法师的家族，他们有这个还乡的一个什么助手家，可是在闽西瑶族是全部的人
就是所以为什么推推们会觉得这个很像超级天知道的那个制度嘛？但是其实它是法的系统，那又用了这个有点类似天知道制度，在每个人家中都有这种分奖励，都有兵的这种体系，然后甚至他用这样，你在文森老师讲，就是他用这样去定义人的定义，就是你有这个传灯，然后你有家，就是有家贤，都有兵这样的一个制度，建立他们的社会制度。对，所以这有点像是两种东西交叠起来，就跟一般的法就是非常不一样，就是免息要求的这个跟一般我们认识的女生法一样。还有一个补充，我那个几千发给几千的对象里面有工钱、工匠、工网、工匠，还有仙娘或者仙姑姊妹，有这个一对。这个是什么人物？这个是非常死的，没办法度过界的。很凄惨的那种死法的家仙，他们会在天阴间有很不满，但是他有发了很大的好像是力气，说梦见说我当了大王了，我当了仙姑了什么的，然后梦到了他就。家仙当里面什么大王、什么公王、什么仙姑都写进去，这是什么人物？他没有结婚的人啊，他就个个没有受过度的，但是梦到了他，他说他在那边当天王了，完了已经王的地位，那就写进去，然后有另外一个 category 啊，然后他给钱的，对，所以他我们非常是也可以有当钱的。没有一个没有办法的，好像是。这个就是利的信仰。对对对对对。利的信仰，我少听听到说。然后这些人有他，我没看过，但是我那个洪龙军老师的哥哥家里有供奉那个像湖南中部的一样的那些神像或者是祖先的像，有的是骑鸟的，有的是骑什么动物的，很大很黑的。那个像香烟熏过的那种，然后他好像鸟子只有这种公王公将或者仙姑姊妹有资格有形象，但是他那个湘州那边湖南中部，他那个法系武器的武器可以讲什么，都有像的，所以这个做法有点一样，有点不太一样。是这样的，我再问一个问题吗？第七页有提到招兵宴里面有提到上谈兵马，下谈兵马，不将谈王圣地，这个是皇家宴的，对啊，皇家宴，皇家宴，所以这些兵马跟神明。都是这一户人家有的生意跟利益。这个我没有说明不好意思。那个，请看那个蓝慧教授、洪基教授编的那个《新人通》，那个比较道教仪器那个书里面提到，上当兵马是三星兵头的意思，然后下当兵马是主要是梅香的武装纪律，但是上单里面也有一些那个武神呐、但是上单是三经为主的道教的，那这个是挂十二灯才有的那个上单，然后挂三灯的时候只有下单的可以操作，是这样，不好意思，里面有弹簧是？对。对，盘王是另外一个 category， 盘王是一个民族神话当中的一个救苗族人民的，一个重要的神话中的。然后姓盘的盘王，可能这个盘字是很重要。汉字里面，我听说真的不知道，
汉族里面有没有姓唐的人？姓唐的，然后只有十二个姓，里面最大的姓是姓唐的，知道？其实唐家的那个源头就是唐王，然后有关的，然后他们继承这个唐姓的。然后汉字里面很少，或者几乎，或者是有人说是绝对没有。我看过吗？没有啊。狮子跟庞满，庞满怎么说？狮子跟鸟子是一伙的了，朋友了，一伙朋友。客家的一部分也是一伙的了，客家的很多部分可能是从北方来的，但是又另外一个很多的部分，基础的部分是。啊，那个尧跟舜，很奇怪，因为现在湖南有尧族，但江西没有尧族，那是好像是比较人为的区别，或者是什么政治上的有一个某一个时候，可能明清的时候，已经有这种隔离的那种态度来认定。不是姚祖，是后辈会拜王。但是大唐这个姓，十二姓有大唐、小唐、大赵、小赵、大冯、小赵、小王这样。然后庞王呢？庞王的故事是明朝有关的。明朝洪武皇帝来搞乱华南社会的时候，他们很辛苦，就漂要过海逃走了。逃走了，飘来飘去，没办法到岸，到海岸。那都快要死灭的之前，要祈祷韩王，那就有五级兵马来要救他们。好像是马叫的，五级兵马。韩王派五级兵马来叫他们引导到海岸，上路了。那上路了以后，开始还愿。那时候明朝，他们记忆当中好像明朝是很坏的一个朝代，因为汉族人很多来搞乱的啦。之前封疆的时候，那边湖南、南部啊，什么贵州啊，都有那些少数民族的天地啊，所以直接统治。那宋朝的时候，湖南中部已经开始被汉族人统治了，但是南部啊，什么西边。间接的，那明朝不一样，明朝冬天啊什么，几度来派很多汉族人，所以他有一个意思，南京这个，元修磨灭道放在南京那边，这个南京他们的南京是明朝的南京，但是它是 utopia， 但是假空的一个 fictional 的地方，但是南京有八宝山。很好的山里面移到那边过日子，然后再来移动别的地方这样的。所以他们说的是南京是真不是江苏真正的南京，是一个这种少数民族很多啊。少数民族当中的南京这个 image 是很多的可以很多的解析，做解析可以。他们也是用的这个南京的概念。怎么会那个元修磨灭的以后啊，放在那个磨灭的部分，放在南京里头，南京肚子里头，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说法。所以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的历史可能明朝以后比较清楚了。民族历史 （ethno history） 它不是官方的历史，他们自己的历史。讲到明朝也很多，但是宋朝的情况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有一些洪水出来的时候是宋朝的年代，但是比较模糊，比较模糊。我觉得这个谢学教授说的那个，我对今天好像有准备这个跟道教比较，跟道教比较，但是呢，跟法教那边比较有联系的，这是很有道理的一个说法。那我对这个湘中的李永忠、李新武教授他们编的那个《仪器通书》的第二本的里面的法那个梅香法的部分，他们也
举起其他的道跟法分别的，那是很严整的。他们的道里面有法的部分很多。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相中的没相道法在一起的，他们有磨磨唱很多，叫磨磨唱，就是一个忏悔的忏，磨磨唱非常的多。那这边标准根本没有磨磨唱。这个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这个是伦理讲伦理的，讲道教的罪的概念，这些超然的那个学说是一致的。我们那个老子讲到的一个差，根本没有，那都是什么修行去相信？还有那个相中的美山法里面有很多的差，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我觉得道教的影响非常浓厚，那我们的南山没有受到那个影响，这些很清楚的一个轮廓，种类很多啊，很多几十种啊，不是十几种，是几十种啊，他们那边很多。然后他们有什么净粮这种仪式，把那个法的部分很。九种法的部分的仪式的一些义者的部分入义，那他说明仪式的缘由、仪式的过程，那种讲出来的本来是公式的部分也是禁忌了。还有部分的文体啊、内容啊，有一些部分很类似，比方说法师讲要讲口，要用口用嘴巴来讲义者，神明要听这个法师来讲的义者，不要听什么东方公草来讲什么闲话，不要听西方公草来讲闲话，不要听，都要听我们法师来讲义者的部分，就是义的部分。这种说法很一样，但是呢，其他千多部都很不一样啦。所以一些逻辑上的一些。信息的部分呢、啊，有一点一点重复，但是非常的不一样。那数字有很多嘛，我们的那个译者数字很多，数字的很多嘛，他们没有这种信息，好像六字的、五字的、七字的都有，所以这就非常的不一样。还有他们，谢谢讲完了。好，非常精彩哦！我们超时非常多，因为内容非常丰富，讨论也非常丰富。我想到最后，我们还是开放一两个问题，有没有人想要提问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到此为止。好，非常谢谢完山教授，谢谢两位那个讨论人哦，那谢谢各位，好，谢谢。